形成相持，底气还是反向摩擦，反手拉起来，直接弹刷掉弧圈，弹直线，这时候施拉格打量很多七比十，还是长的，那施拉格现在很稳健，轻轻对拉，好的，一比三，现在十比八领先，施拉格接发之抢，这样就减弱了施拉格啊发球场中的压力。再有一个就是从相持当中，主攻方一定要敢于发力，包括正手反拉弧圈球啊，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多用正手进攻的技术。施拉格落后四分，滑板啊，这个球也是极少见，大家可以看，反手滑出去。注意调动施拉格的正手空档，因为施拉格这个侧身呢，他这个可以说预见性很强。What a shot that was. Another scintillating rally. And that forehand is just... 具有领袖气质的领军人物，但是这一次接触之后，我发现这个国梁啊，哦，打球，漂亮的打球，是。因为马龙他其实打球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感觉到他是比较沉稳，哦，所以看到这样的动作。哦，这两分都非常。